我的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。数千年前，曾经有个想长生不老的皇帝，他在一些超高之上的神秘人的帮助下开始滥用权力，拿自己的臣民做人体实验。我母亲自称是其中一个被做过实验的人，她拥有不变的容颜，活了上千年。还是晚了一步。儿子，别管我，快跑！现在开始睡觉，雷达不会预测到强烈的下降气流，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。查娜，大叔，醒醒啊，大叔！没想到真的有这么一座瀛洲岛啊！想想也可笑啊，差点为了矜持，错过了这么大的考古发现。收到吗，图？告诉我你的位置。收到。我刚才在山崖上遇到了一些和龙卷风一样高大的怪物。从来没有见过，这简直是他们。我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了，但这事情肯定不简单。我本来以为高高兴兴过了春节就能退休了，可目前这个情况，能不能活着过年还是个问题呢。请做好必要防护，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。世界在雾中，那些人说着来吧，就这可不是普通的头疼脑热啊，兄弟，
没人躲得了的。那些死去的人。姐夫，你这趁火打劫的计谋实在是高啊。这是需要全体动员面对的挑战，各个应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检疫程序，这可不是一次流感那么简单，这是一场灾害。军舰暂时进不去，但军人可以。你的小队有可能有去无回。这是我的职责，请下达命令。暂停，就是命令。好像我们的时候到了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一定要做好防冲，千万别。是别人的家人，是父亲，是爱人，但是他们被感染了，总会有办法的，我会治好他们的。你首先得活下去。我现在是消防员，灭火救人。爸爸就快到家了，宝贝儿，别怕。我可是快递员啊，使命必达。华夏一族什么风浪没见过？喂，你好，您的外卖到了，不好意思耽搁了一下，麻烦给个五星好评。你有新的外卖订单，请注意查收哦。
strange. You're not here to judge. It's time. What is your purpose? Well, I just tried to catch some monsters to be my parents. Down. And your tiny little dragon buddy. I really want you to become my puppet. Station.